哦，啊，这个五元的好处就是讲，即嘛是较困难，就是讲较早就是讲重啦，好用，人听拢讲好用，好用真重啦。啊，但是好用好用真重，这个嘛爱解决啦。所以现在会使讲世界干哪咧做呢？迄个该交的所在交，该报的所在报，即嘛现在干哪有咧做呢？这个做了之后，感觉也做真欢喜啊，上欢喜的。最近我们推出了一个一体成型的锅子，哦，那这个锅子的原因是说，我们把我们现在公司里面自有的资源结合起来，我们希望说再去创造一个锅具的一个新的一个里程。哦，因为一般各位知道，一个不锈钢锅子，到中华为止，所有的锅子高级锅耳朵都是用这个另外再焊接上去的，哦，那另外焊接上去的耳朵来讲，它有两个问题产生。第一个，不管你焊接的技术多好，你的这个品质管制的多好，它还是有几率会掉。即使它没有自然掉，它有可能因为你碰撞而掉而松开。哦，那各位知道，就是说，当我们在使用锅子，事实上里面煮的都是热汤、热水、热的食物。万一耳朵掉在不该掉的时候，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厨房的意外哦，这样一个状况哦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耳朵附加上的一个问题。那另外，我在附加上一个问题，就是当你在清洗锅子的时候，往往那个耳朵的附加都是一种你的清洗的死角，你用了更多的时间、更多的水、更多的清洁剂去洗它，不好清洗，哦，这样一个状况。所以我们就利用了我们现有的一些技术，开发出来的技术再去做活用。我们把这个锅子耳朵是长出来的，而不是连上去的，哦，来消除刚才讲的那两个缺点，关于耳朵会掉或是说耳朵不好清洗的部分。到目前为止，全世界上还没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做法，类似的做法还没有，算是我们日新公司的一个创新。而这个创新能够带来消费者更好的一个使用性，哦，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。